掌声鼓励哦！其实咱的好朋友呢，大家安尼细细慢慢的聆听，我在施工了这个歌声，是，我来讲在找音乐，大家在歌声拢非常的赞嘞。感谢。啊，为找音乐是因为呢，啊，有迄个较叛逆的迄个个性啊嘞吼，迄个喜欢把歌曲的拢来改编啊嘞呀。就是迄个人迄原主唱者的这个歌啊，伊就一定要改编一下啊，然后嘞速度加快啊，哎，安尼有当时安尼就听袂出伊的其中的这个他的好。好听的地方哦，是是，对对对。啊，我大多呢，欣赏着万小青唱的这首歌曲呢，应该是无加速度加偌紧吧？有差有加速度吗？加时加时而已啊，你吼，嗯，好，加时嘛写晒啊，你吼。如果你刚才是有机会时，唱唱原调，原汁原味唱看看啊，你啊，因为人迄歌曲先让人的作词作曲用迄个速度的时候，原因在啊，有它的旋律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有刚刚安尼唱的了，安尼进入融入那个剧情里面有。对不对？啊，你达到唱的时候，你才能浮现脑海中。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以前老歌看多年厉害的，以前老歌曲真的是很好听哈。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听啊。最近有在练习的，对不对？在听。我们基本上在咱系诶，咱系在同事、好朋友啊。最近拢有在讲哦，诶，唔知要唱什么歌呢？对啊。可能是咱南区来了上侪摆啊，对
感开始有压力啊，安尼吼。压力就大了。我感觉安尼足好诶呢，安尼吼，阮在查某囡仔有越来越成长，越来越茁壮的这个查某囡仔有迄个向心力啊，呢才会想，来到这个抗战的时阵，才想着讲要努力吼。那是真正是真真实实的安怎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嘿啊，对吧吼？所以呢，咱的这个好朋友吼，如果有刚刚呢好听的这个歌曲，啊是恁有但是爱耍电脑爱用用来伫 YouTube 找一条什么歌出来，你会感觉袂歹听。啊，你也跟我同款呢，拢随时袂记住，袂要紧，你甲抄起来吼。抄起来。嘿，把那个歌名抄起来啊，然后你刚有机会的时阵呢，你给阮知影。嘿。然后我再叫阮来找伊来耳廓买下咧。好好。然后阮小心咧耳廓一紧的哦吼，这囡仔人呢，头壳拢做清楚。还有现有电视才可以。还有电视，对，现有电视哦吼，现在如果没有电视就不行哦。没办法。现在有电视才可以啊，你好，谢谢。等等谢谢姐姐，感谢，谢谢啦吼，感谢阮的这个营顺这个工程，咱的这个担当处长吼，再次提着阮担当的你的红，互你荣华富贵一世人，红包啊你提着国安捐款，互咱营顺工程的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日日健在，日日春，代代出了富家孙，霸主团前孙，谢谢，感谢咱的陈董事长，谢谢你，感谢吼，好，阮在水果娘安尼知影吼，人工对当咧要来安排更加好听的这个歌，互来变形象，所以呢，阮希望咱在查某囡仔来登记时，那学看卖啊嘞。你当先学，你免一定爱我甲你通知，好不？后边你也要甲通知，无你才写寄挂号的给我。我才用挂号去寄阮小青，安尼小青才收会着吧？好，就收着，收。唔免啦，咱即马有赖啊，好，无啥物钱啊嘞。你不知影即马，你敢知影即马寄批偌济钱？唔知。你知影？几块？你去用贵去啊？你去迄间邮局收过贵八块尔，平信八块。我好久没寄信，我以前寄信五块钱就觉得很贵了，现在已经八块钱了。我只记得以前的那个邮票是五块或六块。哦，是哈，我们现在八块，平信哦，平信八块。啊，你有跟哪是加点限时啊，是挂号什么的？那个更贵吧？还得另价，还得有的另议安尼啦吼，唔知。后来，安尼无要紧吼，人家有机会你甲我们讲，我再甲我们小青讲，嘿，来，今麦小青唱歌来，爱你的机会。好，来，听上的第一歌，爱你的机会，欢迎萧小青。耶！哇哇！Thank you.
继续安排不要离开。好，继续安排好听的国语歌曲不要离开，欢迎萧小青和杰哦，耶、哇哦。说你就想到那个路口，爱你说你要走不要挽留，看着你充满的回忆，好像把我也丢在脑后。小青安呢，甲咱带来这样好听、载歌又载舞的歌曲，嘛来带动咱呢，也非常热烈的气氛。十分的歌听，百好听，要将每一个好朋友送来当资深弯道，代代古名声，会当金银财宝，大家无话处听。哎呀，后面个些中央电视台，我咱真厝感谢台湾今日出门的呢，请做大哥当所长。哎呀呢，有阮两位当然呢，这样敢开钱，阮才有这个机会，甲着咱的比如说好朋友，共同来度过轻松愉快这夜暗暝。现在出来感谢着咱的晋通水都科技软公司，我来当所长呢，黄明训代表，感谢着咱林顺机械工程，来当所长呢，陈敬田代表，全家起来做信心，全家也做敬意，出来甲咱独家啊，咱的赞助提供着咱精彩这更辛苦的。平安记，哎呀呢，和咱正通水刀科技有限公司，和咱连顺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呢，啊，和咱两位当个咧开个这呢这呢些，有完就和恁紧紧在恁的生意上紧紧探过千千个百万倍，一定开袂完个用袂济，好子孙会当一代团过一代，嘛来祈求中原普渡公还是讲，只有在咱今日来到平原，要求三世书，和恁大家拢来当家庭幸福美满，嘛祝福大家拢来当大门每礼拜日开，金银财宝我都来，红土大变大进。祝您拢个当天天开心，个当天天大发财哦！来，啊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继续来个进行。感谢阮两位当来的 AM 家刚开钱吼 ，AM 间的专场更新，可能是无呢。舞台顶个水姑娘，一个拢比一个更加可爱，一个比一个更加漂亮吼、哦！来，阮节目。